那可能对，哦，recording，OK，好，大家好，我的名字是纽约桃花，是纽约华文女作协协会的理事，今天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华文女作家协会，我们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The New York Association of Chinese Women Writers，是由大纽约地区热爱文学和写作的专业或者业余作家自发组织的团体，加盟世界华文文学联盟，旨在以文会友，共同成长，不涉及政治、种族、宗教与商业活动。我们华文女作协成立于2016年8月，会员发表在海内外各种平面媒体上的作品达600多篇，获得各种奖项80多项，个人出书达20多本，每月发表协会纸媒专栏30多期，举办线上线下新书发布会、文化讲座及文艺活动近20场。我们现在的女作协的会长是子英，创会会长是顾月华，理事成员是纽约桃花、晨曦、红叶和 Nancy。我们的顾问有王瑜、白淑荣、赵淑霞和陈瑞林大姐。现在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持人饶雷。饶雷笔名雷雷，祖籍广东潮州，出生于哈尔滨，现居美国。他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获得吉林大学高分子化学硕士、美国休斯顿大学分系化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现任美国化工企业全球事业开发经理、美国化学学会会员、国际塑胶工程师协会会员、国际塑胶工程师协会建筑工程塑会理事。饶雷自幼喜爱文艺，2011年开始发表诗歌，现在他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和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他出有诗集《远航》和《晚风的丝带》，诗集入选新世界诗选等选集，多次获得诗歌奖项，在国际随笔荣获第2届莲花杯世界华人诗歌大赛银奖，诗歌散见多种诗刊和报纸。现在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持人饶雷。谢谢桃花，你到哪里找了那么多的内容讲进去？谢谢。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光临，我是饶雷。很荣幸今天做本次活动的主持。在前面的6次讲座中，我们为大家推出了小说、散文、诗歌，还有历史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将带来全新的内容。《鹃窗小雨》的这本书，《卡雅和图图历险记》是一本童书，是中英文绘本。但愿我们在讲座之后，每个人都能找回一颗童心。我在这里祝福大家。好，现在言归正传。我们今天的会议流程，首先由作家，鹃窗小雨引领我们做创作灵感的探寻，然后我们将聆听3位嘉宾的精彩发言。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你留到最后，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叫自由问答，到时候期待你踊跃交流。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活动。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鹃窗小雨，这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何娟娟，苏州人。他是设计师、艺术家和作家。他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艺术设计硕士。他是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和纽约华文作家协会的会员。鹃窗小雨的设计和艺术成绩非常令人瞩目，他的艺术作品曾在许多地方展出，例如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纽约哈德逊艺术家协会画廊、纽约皇后城15画廊，还有新泽西和伊利诺伊州的画廊。
的设计作品呢，被纽约施华洛维奇设计中心收藏，被 Jennifer Lopez、Oprah 还有世界小姐等名人穿戴，并展销于米兰、巴黎等时尚之都。鸢窗小雨还经常在学校、图书馆和非营利组织开展活动。他在纽约图书馆办了两次读书的活动，他还去危地马拉做志愿者，在纽约皇后图书馆举办新书发布会，在纽约 Cooper Hewitt Smithsonian 设计博物馆担任学生指导。除此以外，他还在中国、美国的大学里举办很多次艺术和设计的交流会。作为作家，鸢窗小雨著有长篇小说《孤岛曼哈顿》、中英文双语绘本《卡雅》和《图图历险记》。他还在国内外各类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和评论。今天他要给我们讲的这本书《卡雅和图图历险记》，既需要他的艺术才华绘画，又需要他的写作功底。这本书呢，我读了非常可爱，给我最深的印象的地方就是，作者的奇特的想象力。我和大家剧透一下啊，书里的主人公不是用脚，而是用手走路的。大家想知道为什么吗？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讲人鸢窗小雨。谢谢纽约桃花和饶雷姐的介绍。今天真是太荣幸了，能够有这个平台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我的创作灵感故事。非常感谢这么多的朋友抽时间，特别是国内的朋友起这么早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那就让我来娓娓道来吧。首先呢，我要来跟大家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好，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大家在当中可以看到，页面中的这本书《卡雅和图图历险记》《Kaya and Tutu's Journey to the World》。是我最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做读书分享会的一本新书，这是一本中英双语的绘本，我创作了故事里的所有的手绘作品和文字。这本书呢，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卡雅和一只海龟图图的故事。因为环境污染，图图呢受了伤，小女孩卡雅因此踏上了拯救这只海龟朋友的旅程。我想很多读者朋友，特别是像我这个年龄的，都知道一本书叫《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故事，享誉全球，翻译成很多种文字。它虽然是以童书的形式，但是其中的故事呢，是充满着哲思和寓意的。我的故事也是这样子，有不少小朋友很喜欢这本书，因为里面有可爱的动物和丰富多彩的植物，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而读过这本故事的大人呢，也会体会到更深层次的寓意和思考，与我交流。因此呢，是一个成人和儿童在不同层面上都可以玩味的故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是我的工作室的台面。对，我就在这个台面上完成了将近40张的插图，在这本绘本里面，这大概用了我3年多的时间，因为我没有说全职在画插图，我还有工作，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所以可能就是在我周末的时候我会有时间画，或者说在我工作完一天，晚上吃完饭洗完碗之后，然后开始画一点点。就这样日积月累的渐渐的完成了这本书。那
很可，很好玩的是我闺蜜跟我说你这个速度画这种书怎么能够有商业成绩呢？没有人像你这样画的。那我说我就是喜欢慢慢的一笔一笔的，特别就是彩铅嘛，就是你没有办法像电脑设计图那样一下子颜色都上去，要画一块颜色就要慢慢的一条一条的慢慢的来画。那我觉得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静思禅思的过程，它对我来说是挺治愈的啊，我也从中获得了很多，所以我希望它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很商业的东西，不是说我要为了一个商业的需求，一个 project 去做什么东西，而是说是我内心想流露的，是我想带来给大家一种治愈的一种心灵的启迪。这边呢有一个网站，我点一下哈，我可能要重新分享一下，看一下，对。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吗？看得到，可以可以。这个网站呢是我的个人网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待会儿可以就是点这个网站，在那个 PPT 上，我待会儿会回去。这里面有一部分插图是我从这本绘本书里面截取的插图，那比如说这张点上去，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点了，也可以放大，是我。比如说这张图是我的桌面，那我当时很受灵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本小书是我到纽约上周的一个佛教的寺庙里面去玩的时候，它有一个图书馆，这本书就吸引了我，我买了之后呢，就慢慢的读，也是我的一个启发，它就是讲怎样通过专注的生活正念来获得治愈和灵感。那右边呢可以看到有一些植物，这些都是我从家里后院子里采摘的植物，当中的彩铅是我用来画这张手绘的彩铅，左边最左边这个sketchbook 上面呢是我最最当初的一些草图想法，所以呢这些总合在一起就是我对这张图的灵感，包括像这本书 King Fork 是一本摄影的书，对我也很有启发。这里面有我的自己的 statement， 就是我对这张画的一些想法 和细节。那这个我待会儿还会回过来与大家分享，里面还有其他的故事，你们也可以在我讲座之后呢，自己可以去慢慢的看。好的，那我先把它转回到 PPT。带着这本书呢，我非常有幸的能够走进社区与学生们进行互动。左下角的两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很有幸，晨曦老师让我有这个机会在纽约皇后图书馆和小学生们做一个讲座，并且教他们如何画手绘彩铅的手绘。右下角呢是我在新泽西的一些中文学校跟小学生们讲故事，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对里面的小动物啊，所以我也觉得很有收获和小朋友们交流。这里呢是上个月8月份的时候，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做了一个讲故事活动，本来是要到图书馆去讲，但是后来因为疫情，所以就改成了云上讲座。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背景跟我现在背景是一样的，就是在我自己的家里。当时有一件事挺有趣的，就是在我做完这个讲座之后，我有一些商店就是对我的这个书挺感兴趣，那有一家书店是我住在那个新泽西的小镇旁边的一家书店，一家很当地的只卖英文书的书店，然后我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双语的书，他说我们这边只有西班牙和英语的双语书，这是最多了，没有其他的双语书或者其他语言的书了。那我说我这里有一本中英双语的书，你要不要看一下，哎，他们觉得很感兴趣。我这边我觉得有一个感悟，就是说如果我只写了中文书的话，那我是肯定不会进入到美国当地这种本土小小的书店里，但是因为我写了英文的书，我就找到一个渠道可以把中文带入到这个书店。那这个书店是没有一本中文书的，这是第一本中英双语的。那我想
然后也许有个美国的家长哈，他买了这本书给他小孩子，因为英文，但是呢，这个小孩子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哎，他会看到那些有趣的文字，他会问父母这是什么呀？也许他们知道这是中文，也许不知道，他们会去了解一下。那我觉得这慢慢的就能够把中国的文化给传达出去，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当中这边大家看到网上有个 link， Vimo 的这个 link，讲座之后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点击这个 link， 这是我的英文的读书讲座，主要是读书里面的一些段落跟小朋友分享，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好，这一章，最当初的时候3年前吧，我是从纽约辞掉了工作搬到了新泽西州，当时呢我内心就是有一种很潜意识的憧憬，就是我要回归自然，我要到郊区到自然里面去，所以呢我就来了。当时我发现家旁边有一个动物园叫 Turtleback Zoo， 这个动物园呢它是一个小小的社区动物园，但是很有趣的是它有一个海龟康复中心，如果您看左下边这边有个图，那个白色的建筑就是一个海龟的康复中心，右上角的图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池，水池的温度啊盐度就调得跟大海一样。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海龟呢在 Jersey Shore， 就在新泽西州的那个海滩边搁浅了，他们有的是受伤了，有的是受冻了，就回不去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海龟给收留到这个收容所，给他们治疗，给他们兽医，让他们慢慢的恢复。然后呢等他们完全恢复之后就把他们放回大海。我当时就去参观了，你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那个顶上还有一个屏幕，可以看到所有的海龟在这些水池里面的运动情况，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当时那个除了这一个水池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教育小朋友的信息，要如何保护动物保护海龟。而且呢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海龟这个动物，因为它在水里这样缓慢的游泳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优雅，非常的自由，而且呢闲庭信步，这是我追求的一种人生，也许某一天可以达到吧。然后呢我就很感动，回到家里我就有一丝这种冲动想把这个记录下来。那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画画更好的能够记录那些很视觉性的东西，所以呢当中的三幅画就是也是我这本书里的插图，它就是海龟当时给我带来的一些感动。当时呢我记得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时代杂志那一阶段，很多的媒体报刊杂志都开始报道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的这个状况。左下角的这张图是纽约时报的截图，是一只海龟它搁浅在沙滩上，然后它的脖子上呢被绳子给勒到，然后呢就窒息而死了。左上角呢也是，这个是应该是国家地理的一张照片，是海龟被困在那个海底的网上。中间上面这个时代杂志照片就是北极熊因为全球变暖冰川融化，它就是捕猎要在水里游泳很久才能找到食物或者找到岸，它就骨瘦嶙峋。下面当中这张图我想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过，在网上就是一些动物死去之后它们的胃里面呈现出来的都是垃圾和塑料，我当时看觉得非常的震惊。那下面当中这张图是我拍的，当时呢我是去美国的冰川国家公园，在蒙大拿州。当时我是觉得，哎呀，去冰川国家公园肯定就是去看冰川嘛，肯定去看山上美丽的冰川多好。但是当我到达那边之后，我发现其实那边在发生森林大火，但是我事先并不知道。所以你看那个就是太阳在那边，就像现在那个三藩和加州那边的情况一模一样，你只能看到一个红彤彤的大太阳，然后稍微远一点距离就什么都看不到，都是烟雾，
虽然看起来可能很美，有一种别样的景致，但是呢，这个环境的污染真的是非常严重。然后右下角这张是我去年去阿根廷徒步的时候拍的，这是很大的冰川，可能照片上看不出来，就是我坐的那个船开到沿冰川很近的那个湖面。这个冰川有多么高呢？应该是像用比喻的话来说，是跟帝国大厦，纽约的帝国大厦那样高，有80层楼。然后非常让我惊讶的是，当我们那个船开得很近的时候，突然那个冰川的一个面朝我们的一个面融化了，然后那很大的一块冰就是这样卸下来到水里，哗，那就像是地震一样，就是惊天动地，然后那个声音在整个山谷间回荡，当然那个水也是开始颠簸，很大的波浪，我们都吓坏了。但是呢，他们很有经验，那个船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所以没有什么危害。然后我就非常非常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变暖对于这个环境的变化，对环境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冲击力，我们人是那么的渺小，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样大的变化。因为这些经历呢，我画了一些由环境污染启发的手绘。那左边这张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深蓝的背景，是在海底，我心里想它应该是深海吧。然后呢，这些全部是海洋动物的白色的骨骼，就在水里这样慢慢的漂浮，就这样一个灵感突然在我的心中跳出来。我觉得这是很惊悚的一幕，但是画出来之后我发现也有一定的凄美在里面。然后第二张是在想，因为我有时候在街上走开的时候会看到塑料袋就在天上像风筝一样的飞来飞去，我又觉得哎呀，这可怎么办，根本就拿不到那个塑料袋，这就是一个灵感。那第三张呢，大家也许可以猜出，就是我看到那个纽约时报那张海龟搁浅的照片，我就画了这个小姑娘卡雅，她在海边为这个海龟包扎伤口，当然这个海龟是得救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海龟都是这么幸运的。那为了画这个海底动物的骨骼的这个灵感呢，我就去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去调研，他们有一个永久性的展览，里面有很多都是古代的那个，还有现代的一些鱼类呀、海洋生物的骨骼。那还去了一个叫 Bruce Museum 在康州，他们有一个就是专门，他们也是在海边，在一个沿海，所以就是也展示了很多海洋里的生物的一些标本。可以看到他们用那个颜色渲染了这些骨骼，变得非常清晰也非常美丽。同时呢，我也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看一些古代的科学家对于海洋生物的一些描绘，包括其实后来又去了一次国家历史博物馆，它也有一个相关的展览。这是一个照片，那我当时有一些当中你看可以看到一张很简陋的一张草图，是我当初最初最初的一些想法。其中呢背后可以看到两张图，我上面也标了字，是当时我去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看到那个法国艺术家 Louis Bourgeois 他的一些应该是水彩画和一些印刷 prints 啊，我当时觉得非常震撼，他那个画非常的倾注了很多的情感，非常 emotional。 他虽然并不是画的海洋生物，他是画他的想象中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是深深的捕到了我的心，所以呢我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就画进了我的绘本里面。我想把这一章这一篇稍微读一下。那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没有读过这本书。那这本书的结构呢，是左边是文字，右边是图画。我不想把文字和图画交织在一起，这样子可能会就削弱图画的影响力。那左边上面是英文，下面是中文，我今天读一下中文。这天晚上，我坐在窗边，凝视着深蓝色的海水，等待着图图的到来。渐渐的，
海水变得明亮起来，层层叠叠的银色光泽刺进我的眼帘，我不得不用手遮挡。成百上千的海洋动物，肚皮朝上，骨头暴露，随着海水浮动在我的面前。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图图在哪里？我对他的安全无比担忧。如果说环境污染保护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的书中的一个观点，我相信许多小朋友也能够从中得到很多的学习。那我还塑造了一个这个小姑娘生活的一个岛屿，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所有人都是倒立行走的。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小姑娘在她的房间里面，这个房间有一面墙呢是玻璃，然后这个整个城市是在海底，然后她可以透过这个玻璃每天跟这个海龟进行表情上的交流，虽然他们并不说话，但是他们成了好朋友。当中这幅非常的色彩缤纷，它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狂欢节。如果待会儿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点击这幅放大的图，看到每个人在做什么事情，他们都穿着盛装舞蹈玩乐做游戏。那右边这张呢，是很抽象，它是那个城市，因为它是一个垂直的城市嘛，所以我用一个方式就是用楼梯和电梯把所有人上下垂直这样联系起来。那因为大家都是用手走路，所以其实在电梯的顶上你只能看到鞋子和脚，所以鞋子和袜子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标志，大家都争相的买各种各样的鞋子，以标榜自己的时尚品味。看下一张，从倒立到直行。那这个小姑娘在这本书中她经历了种种旅程，最后去拯救这个海龟，其实也是她从这个倒立的城市，海底的城市往上爬，爬到陆地，最后从倒立到直行的一个这样过程。那很多朋友都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设立这个倒立的城市呢？为什么它最后又变成直行的呢？很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隐喻，它是一个成长和蜕变的过程。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从苏州到纽约，然后再到新泽西，这十几年就遭遇了很多生活职场当中的各种事情，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得到很多的打磨和改变，也可以说很多都面目全非了。所以特别是刚来到纽约的那几年，我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用英语来说叫做 aha moment， 就说啊，原来是这样，我怎么不知道。那其实我在想，再举个例子吧，用在今年我觉得也特别合适。今年发生了无数的事情，我们朋友间都戏称是不是一直在见证历史啊，今年。那网上也是各种各样的说法，大家呢一不小心就踩到读到让自己很生气或者观点价值观截然相反的一些观念理论，就忍不住陷入痛苦或者想去争论。这个时候就有点像习惯倒立的人遇到直行的人难以沟通。但我想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就特别需要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和包容，所谓同理心，英文叫 empathy， 就是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的想法，不一定要去认可，但也不应该去一味的嘲笑，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也许从倒立到直行并非完全不可能，而是一种敞开心扉的态度来观察这个世界。那我的微信有一句它有一个就是你自己相信的一个格言，那边我写的是做一个观察者而不做评判者。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释然，也是我对从倒立到直行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一个成长，也可能就是让你的视野和心胸变得更加宽广。另外呢，其中一个很大的灵感对我来说是自然的熏陶。我是一个
非常享受自然的人。这本绘本书故事里呢，小女孩寻找海龟的经历，就是她从人造城市走出到大自然的一个过程。而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正是从纽约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搬家出来，搬到新泽西的这个花园城市 Garden State 里面。应该是个郊区，不是城市。冥冥之中就是好像就是有种潜在的呼唤，让我来追寻自己的内心。我觉得只有置身于自然之中，内心才能获得真正的宁静，所以我必须去这样做，即使辞掉了我奋斗很多年的工作。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照片，左边左上角是我在我自己家的后院子，然后有那个望远镜的那张呢，是我有时候会拿着望远镜朝着家后面的那个树看鸟，观察鸟。左下角是我有一天在院子里观察鸟的时候捡到了一个鸟巢，里面还有蓝色的那个蛋壳，显然那个小鸟已经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这边有一张画，是油画，是我画的那个家里的后院，大家可以看到有鸟有狗，对，我还有一只小狗，小狗的名字也叫图图，跟这个故事里的海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的书里面有很多的灵感就是从我家的后院，包括我也很喜欢去美国的国家公园，还有纽约州新泽西州的一些小的公园里面去行走，去感受自然。这边有一张插图，这张插图呢是在书的较后面，是小姑娘终于有一天她脱离了人工的城市而踏上陆地的时候，她发现这个土地是多么的芬芳而美丽，这么多的植物、花朵、蘑菇。所以呢，我想读一下。试试看用脚走路，图图建议道，顷刻间我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了。我没有害怕，相反，我感到自信而强壮。我开始走路，土地温暖而柔软，我的脚趾陷入泥土中，有一种令我心安的感觉。此刻，用脚走路比用手走路要轻松很多。那两个地铁里的艺人原来是对的，只有自己的亲身体验才最真实。下面呢，我想谈一下梦与创作的关系。这三张图呢，也同样是从我的绘本里面选出来的。有读者朋友跟我说，看着我的手绘有一种梦幻的感觉。我想呢，那大概是因为我的许多想法确实是从梦里出来的。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做梦，然后一早起来呢，洗漱之前我会记录下我的梦。其中在画这本书之前，我做过一个梦是这样子，我在一个洁白的环境里，四周的空气呢，像云一样的一朵一朵的悬浮着蓝色的水块，有点像在真空的太空里面，然后水是那种凝结成一块一块的漂浮在那里嘛，然后在水块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在愉快的游泳，然后并且这些水块慢慢的朝我靠拢过来，整个感觉是非常温馨愉悦而美好的，并且呢有一种乐感在里面，因为那个水块在不停的转动游动，那个动物也在动，我想把这种感觉记录下来。那左边这张图呢，就是跟这个故事相关，最当中就是两个在街头艺人，就表演者在表演音乐，我想把这个乐感就放进去。然后背后呢是这个城市的交叉的楼梯，那后面呢是那个大海，里面有着突突的影子，海龟的有种若隐若现的感觉，也是有一种梦境的感觉。当中的这张是我构思的这个水底城市的图片。当时我画张图片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没有参考任何东西，这整个的这张画全部都是从我脑子里就这样蹦出来了。待会我会细讲这张。那右边这张呢跟左边其实是遥相呼应的，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城市。对，
那个很有趣，我当时把当时那个当中的这张，对，当中这张插图发给我朋友看嘛，我画了一个草图，然后发给他们看，觉得有什么感觉哈。朋友跟我说，哎，这不是那个北非撒哈拉沙漠那边的建筑吗？跟摩洛哥的建筑很像啊。哎，我当时想，我并没有想去抄摩洛哥的建筑嘛，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赶紧去网上查了一下，搜了一下，哎，摩洛哥建筑确实是那样子的。那我觉得这是不是潜意识在引导我？我自己努力的去回想一下，我在哪里受到了北非的建筑的影响？那我忽然就想到，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就是我的经典，我非常爱的一本书。他的故事，这个小王子故事就发生在撒哈拉沙漠。然后呢，我前一阶段读的一本，巴西的作家保罗·格埃罗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The Alchemist。也是发生在北非那一带的，这本《Alchemist》很有意思。我当时在读那本书时候，还几年前我在纽约工作，我当时是每天在地铁上读这本书。当时有好几个人，就坐地铁的陌生人，就会突然跟我说：“哎呀，我也读了这本书，你有什么感受？”我对这本书非常有感情，然后就跟我说，说明这本书还是大家都是很喜欢的。那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两本书，也许我潜意识之中就认定了这个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所以呢，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设立在那里面，我自己也很惊讶。那当中下面两张图是我拍的，那时候在纽约上下班时候，这个坐电梯上下地铁嘛，也是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情。我潜意识中我想也是把它放到了这个。摩洛哥建筑当中，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地下城，然后是用上下电梯连接的这样子一个创作。这边我读一下这个文字：周日的凌晨，我离开了家，妈妈还在睡觉，外面依然漆黑一片，无比寂静。我有些害怕，但决心已定。在路上，我看见两个电梯艺人站在脚上。演奏着动听的音乐，周围的市民指点着嘲笑着，他们看起来真奇怪。你们为什么站在脚上？你们不觉得别扭吗？我好奇地问。不，我们很舒服，很自信，你也可以试试，他们说。动物与创作的关系。这三张图呢，也是我绘本里的作品。我从小就是非常的热爱动物，然后我小时候是有个怎么说，就是极其内向的、有点自闭的小孩儿。然后我妈妈她后来才告诉我，那个幼儿园的老师曾经跟我妈说：“你孩子是不是聋子或者哑巴？为什么不说话？然后还绝食，怎么回事？”然后我妈妈说，她当时非常生气，因为我在家里跟我妈妈说不停的。但是到外面就不说，因为我小时候很敏感的一个人，我在不友好的环境当中，我没有办法放开自己，所以就是完全把自己闭了起来。所以我妈决定，她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决定，就是幼儿园咱们也不上了。我妈妈就是说在家工作，就把我带在家里这样带大，为了不让我孤独，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嘛。然后呢，我妈妈就在后院子里，我们那时候老家有很大的院子，养了很多很多的动物。当时我记得有鸡、鸭、猫、狗、兔子、鹦鹉、鸽子、乌龟、金鱼、蟋蟀，还养过很多其他的小昆虫之类的，反正是想到的都有了。如果说童年影响是一辈子的话，那我就是说。我对于动物的亲切感是非常，可能说有时候比人还要亲。我为了动物可能会把别人给得罪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左边这张插图就是说这个小姑娘，她从水底的这个城市到最后马上要到达陆地的时候，突然间她看到这么多的动物来欢迎她，是一个盛大的欢声会，她感到好开心，好幸福啊。然后后面的两张。当中这张他是在那个往上去的途中，那右边这张呢是最后他遇到了这个海龟，他们幸福的在海面上游荡。这是一些老照片，
当中这张黑白的就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幼儿园还是小学，跟我妈妈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当时是在剥豆子，然后有一只小鸡，也是半大不小的小鸡了，小鸡大鸡之间的那个 teenager 状态，然后跑来跟我们问好。然后底下那张是我小学时候我养的第一只狗，最右边那张是我现在的狗，然后呢左边最上面是那个 Turtleback Zoo 的一个雕塑，就海龟雕塑。下面这张呢是我当时在三四年前在纽约工作的时候，和我的同事一起，是我组织他们一起到那个布朗克的那个动物收容所做义工。那个动物收容所是好像是全美第二大的一个收容所，里面有很多的狗猫和兔子，然后那些小动物如果没有人去帮助他们的话，就一直关在笼子里听，特别是狗，听着各种狗的叫声压力很大。然后如果你去的话呢，就可以带小狗出去溜一下，那个小狗的生活状态呀、心理状态就会好很多。然后猫猫呢，我们就去清理他们的那个住的地方，然后把它抱着，就是那些猫也会感到一些温暖。所以我包括我那个右边图那张小狗也是我去收容所，不是同一个收容所，是我去另外一个收容所的时候收养的。这边我想跟大朋友小朋友说一下，如果你们想要宠物的话，应该去你们家最近的那个动物收容所先去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动物。如果 你能够找到你喜欢的动物并且需要帮助，你应该去收养它们，而不是去买一个，去商店里买一个现成的动物。这样子你可以对这个小动物的后半生有一个照顾，同时呢当然对你来说也可能省一点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小动物的这个照顾，对他们的爱是非常重要的。这边我还想说一下传统文化与创作的关系。因为我是苏州人嘛，所以我对苏州是非常有感情的。那在国外的时候别人问我说，哎，你是哪里人，很多人都会问我，我通常都会说我是苏州人，然后他们一脸雾水，我就开始五分钟的电梯讲话，就讲苏州在哪里，苏州的文化，苏州的园林，然后苏州的气候，然后最后说你们一定要来苏州玩。然后这样子的结局就是有些美国人真的是去苏州了，而且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人，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这是苏州园林。待会儿我会告诉你们，就是我在苏州园林这个一些的灵感是怎样运用到我的画里面的。这边有很多的假山石，那我在的这个有我的张照片是环秀山庄，那左下角的是留园，它这个太湖石很有名，其他的应该是网师园。左上角那张呢是我画的油画，这是其实就是我的老家，苏州的老家。当时我就是在这样的那个古典的一个一进就是有几进几宅的这样子一个清朝的一个院落里面长大的，但是我中学的时候呢这个房子被拆迁了，所以呢只存在于我记忆当中了。这是我的一张插图，这张插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石头，有太湖石的影子在里面，我想把这个海龟和这个石头放在一起做一个游戏。那我来读一下，有时候我们玩捉迷藏游戏，图图说，如果我想成为一块石头，我就是石头，如果我想成为一只海龟，我就是海龟，不过我总能在一堆石头里把它挑出来。最后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我的创作灵感，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想象、自然、动物和环境。想象呢，有我的梦境，有我的潜意识，可能是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参观过的地方、回忆、故乡的传统文化、童年的往事。那自然呢，有家里的后院子、各种的自然公园、国家公园。动物有我对环境污染的思考，这里有一篇我发表在报纸上的对环境污染的一个杂文式的思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点击看一下，你可以拍一张照。下面是新泽西海龟救助中心，对我的触动很大，当然还有各种自然历史相关的博物馆和书籍。环境，纽约的地铁电梯天天经历的东西。
包括我从城市逃到郊区，从人造社会回到自然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是我书中主人公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都是这些书的一些灵感。这张照片是我在自己的房间，也是我现在讲话的这个房间里面画画的一个过程。大家感兴趣的话是我刚刚点的那个网站，也可以去看我其他的一些画和一些流程。我觉得好像时间有点紧，那我就赶紧结束。这边最后一张大家在哪边可以读到这本书呢？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在纽约图书馆、皇后图书馆、法拉盛图书馆都可以借到。想要买的话呢，亚马逊有， Barnes & Noble 的网上书店有，新泽西的 Words Bookstore 也有。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到我微信上问。没有微信的朋友也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我会更新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可以问我其他的事情。行，我觉得我已经好像说的超出时间了，行，我就先讲到这里吧。谢谢娟娟，讲得非常精彩，谢谢。特别是他的分享哈，从内心的得到，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灵感，每一步我们都看到他非常精彩的图绘图，我们还看到娟娟无所不在的爱心，我说的对吧？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嘉宾时间。第一位嘉宾是纽约华文作家协会的新理事陈曦，他喜爱文学作品，热心为我们女作协服务。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90年代末去加拿大留学，获得麦吉尔大学图书管理信息专业硕士。从2004年起，他就职于美国纽约皇后区公立图书馆，他现在担任皇后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总监。他呢举办了娟娟在图书馆的读书会活动，所以他很有感触，今天他有话要说。欢迎陈曦。好的，谢谢劳蕾，谢谢娟娟非常精彩的讲座。那我今天就是其实当初娟娟联系我说想邀请我做嘉宾，我是诚惶诚恐的。我觉得今天的分享不能算是点评，只是分享一些与娟娟交往的一些故事吧。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和娟娟的认识呢是起源于2017年8月份的时候，她在我们皇后图书馆在法拉盛举办她的第一本小说《孤岛曼哈顿》的新书发布会。那我初次见她就觉得她这么一个文雅娟秀的小姑娘，然后说话很是细声软语，感觉她应该来自于南。后来知道她是苏州人，那离我的家乡上海也是不远，所以就马上觉得蛮亲切的。然后呢记得那天是8月6号，发布会的一开始，娟娟就非常激动地宣称说，那天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是她到美国整整10年的纪念日。然后她说选择这天开发布会是有非常重要的纪念意义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在她10年纪念日的天开发布会，对，非常的成功。然后呢我感觉说那天其实挺来，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图书馆是开发布会，不像现在是云讲座。那天大概有50来个人，吸引了很多文友和年轻的那些白领移民。我记得那天宣树珍老师也在场，那我想应该是因为他应该是也是苏州人，应该是作为老乡去到场支持并且祝贺。所以那就言归正传，今天其实娟娟分享的是她的
双语图画书《卡亚和图图历险记》。那我就谈谈和这本书有关的故事。那我就像刚刚娟娟说的，我非常有幸的在去年的12月17号在法兰盛图书馆呢、就是举办了一场非常别开生面的故事会和、插画的技巧演示。那因为这个故事呢是故事会呢是针对小朋友的，所以我就特地联系了、法兰盛图书馆的儿童部经理，让他给我安排了、给就是图书馆课后学习班的小朋友们去参加这个活动。那我记得大概那天有20-30个小朋友，然后是大概在6到10岁之间。因为是法兰盛图书馆的缘故，所以说其中有一大半是华裔小朋友。我觉得娟娟就像你今天一样，你的讲故事非常有经验，因为你肯定是给很多小朋友做过故事会，所以我觉得你那天讲的非常生动活泼，然后还会时不时的考一下华裔的小朋友的中文程度，就是说你会中文认识吗？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呢，讲完故事以后呢，大家就开始分组，你们刚才看到那个照片上就学习怎么样画画。我记得那天娟娟教大家画的是一个海龟，那就是说你看到的，因为这个对他的图画图画书影响很大，然后大家都画得很认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啊、读过娟娟的这本图画书，我是读了好几遍，非常喜欢，然后每次读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个故事呢，其实刚才娟娟也说了，是讲一个生活在水底的水底岛屿的小女孩卡亚，去历经艰险去拯救她的好朋友海龟图图的故事。那可以说是一个关于友谊、勇气、自信、人类和自然的寓言。那我觉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呢，我是特别留意到了书中关于图书馆的两个细节。一个是当卡亚发现两片金黄的叶子，他不知道是什么，那他却是到图书馆去，公共图书馆去寻找答案。还有一处是他终于在城市另一头的一个被遗忘的小图书馆里面去发现了这个金黄色叶子的起源。我后来特地去查了一下，原来是银杏树的叶子，非常有启发，因为这个银杏树的叶子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物种。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儿童图画书里面有这样的细节，就是说在鼓励小朋友们遇到未知和疑惑的时候呢，可以想到去图书馆书本里去查询答案。多么美好的读书启蒙，是很有感想，我也很感动，就是说你能够在这个图画书里面鼓励大家去读书去寻找答案。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在这里就是非常衷心的祝愿娟娟在你挚爱的艺术旅程中继续勇敢的探索，然后就像书中的小主人公卡亚一样勇往直前。那谢谢大家。谢谢晨曦姐。谢谢晨曦，分享的特别好，特别是两个图书馆的感悟非常真切，谢谢晨曦。谢谢。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是职业艺术家，国际艺术策展人，他是美国阿巴拉契亚州大学、美国卡罗莱纳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帕森斯学院、瓦萨学院和爱尔兰科科大学的访问学者，美国福蒙特艺术中心、比利时马瑟瑞尔艺术中心和韩国光州市立美术馆等的国际驻访项目艺术家。他的版画和装置作品参加过亚洲、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众多展览，并被世界各国的博物馆永久收藏。我们非常荣幸请到郑学武老师来做我们的嘉宾，欢迎郑学武老师。郑学武老师在吗？
可能要吧，要那个。非常非常高兴啊，参加这个活动。嗯，事实上呢，我也不是作家的这个圈子啊、也不写作。但是呢，我也非常高兴的来参加。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娟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呢参加了在纽约州的几个，尤其是哈德逊河谷的几个艺术活动。然后这个也毕竟是一本。这一本书呢，这本漂亮的书呢，也是连画带文字相结合的这个写给孩子们的书。我在国内的时候呢，我大学毕业，刚刚毕业的时候，我是教这个，叫做幼儿美术教育这样的一个师范学校，也是跟这个娟娟一样，也是画了很多，这个。给孩子们看的书和故事，这个我呢，我不能够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本书，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这个艺术方面。娟娟几个综合的身份里面，其中包括除了设计之外呢，那么还有这个绘画，或者说综合的艺术。我觉得呢，由于这个原因吧，娟娟的画呢，我一下子就能够接受，也能够就是说完全是这种就是比较近距离的那样的一个交流，感觉很亲切啊。简单的聊几句呢，就是我的感受哈。这本书呢，封面、封底这两个颜色，黄色和这个蓝色。这个定了这本书里边的这个色彩的基调，这里面主要以这两个颜色为主，黄色和蓝色，淡淡的，很淡雅，很亲切。这个说明，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娟娟呢，同时还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设计。这个里面的这个画法。娟娟呢，她没有用，目前这个特别特别流行的那种，比方说，日本风格的那样的卡通。娟娟用的方法呢，是很容易上手的铅笔，彩色铅笔，小孩们都在用，孩子们都喜欢的这个彩色铅笔。然后呢，这个画法呢，就是最基础的，用彩色铅笔也好，就是画素描用的这个，黑色的铅笔也好。这个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画素描，小孩们一入手就用的一种方法，非常非常亲切。这样呢，也会让孩子们有在这个故事情节吸引他的同时，也会有这个要画他或者是要学这样的画法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我觉得特别特别对，同时呢，就是我觉得整体上说吧，就是所谓的画如其人，娟娟是一个就是心地善良，很温和，她做的事情包括结交朋友，包括传递她的这个通过故事，通过这个画来传递的东西，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好的东西。这里面呢，就随便就这个封底封面来说吧，他呢用这个非常非常圆满这样的一个构图，他的内页里面也都是这样，每一件作品内页里的插图，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构图和完整的画面。那么他的所有这一切都在传递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信息，就是他的人生观是追求美好，追求完美，他传递这样的信息给孩子们，当然不光是孩子们，包括这个儿童美术教育的这些从业者，这些老师们，包括我们普通的观众，看到他的这个故事都会感受到这个娟娟呢，在这个讲述，她可能会在未来
其他的这个故事书当中，未来他讲述的这个故事当中传递的都是这本书一样的一个美的东西，一个美好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我的感受。谢谢。谢谢郑老师。谢谢郑老师。这个追求美好，追求完美，的确是娟娟的性格和娟娟的希望能够看得出来。我想说，如果你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爱你。祝福你，娟娟。谢谢。好，我们的最后一位嘉宾是大家都熟悉的子英，他有医学临床背景，现任职于新泽西州立大学，他是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的第二任会长，刚刚上任，祝贺子英。他著有散文集《另一种情书》，《天外有天》，《恩典中的百合花》，他还著有诗歌集《五步点》。他获得过国内外各种文学奖项十余种。芷英兴趣广泛，除了爱好阅读写作外，他还喜欢交友、拍照、跳舞，还特别喜欢帮助别人。芷英将以问答的形式与作者互动，他将带我们走入自由问答的时间。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芷英，欢迎芷英。好，谢谢饶雷，谢谢你的介绍，你声音非常美，介绍的也非常好哈。我是跟娟娟设计的是我们以互动的形式问几个问题，接下来就会是自由开放性的问答。娟娟呢，是我们纽约华文女作协成立不久就是进来的会员，我们相识认识大概有3年多时间。那娟娟也是我们协会最年轻的会员，她是80后。在这一次的话，她邀请我做这个嘉宾的时候哈，其实我早早的就注意娟娟了，我知道她原来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工作，而且做得很不错，她还是个小 supervisor。他是主要的工作，他是做那个包装设计的，他要到中国去工厂里面去下订单，他也要到欧洲去找下一家商家来采购他们的设计的包装品。几年前，当他发现，看到这个环境被污染、被破坏的这个景象。在看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完全是和环保是一个悖逆，是背道而驰，他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困惑，而这个困惑导致他辞职，导致他放弃看似非常美好的前景以及很好的位置和收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人生轨道转轨道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有很多的挣扎。我很想听听他内心的故事，我想我们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想听听你内心的故事。好，娟娟，好的，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好，谢谢子英姐。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也是我觉得问到骨子上了。我来简单说一下吧，就是的确是那个之前嘛，我在一个也是大公司，包括设计包装、设计产品都设计。那我经常要在各个国家，像欧洲啊、亚洲啊来回，特别是近两年我基本上一个月要飞2次国外，然后呢还要倒时差，所以生活变得就是很紧张。然后呢到了比如说到欧洲开会的话，跟财团跟客户开会，就是要在很多很多的那个高管面前做我的presentation， 就是介绍我设计的东西，带领团队解释一些东西，所以压力很大。然后当时我也是有很多的思考，因为我去参观工厂，我觉得很多工厂就是他们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不停地生产产品，我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产品，这些产品它是作为一种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商家为了利润而不停地把它往上走，往上生产更多更快，还是或者说我们的确是需要这些东西吗？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问号的。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我要买一样东西，我首先会想，我是想我需要这些东西，还是说我想要这些东西。如果是我想要，我就会想我到底确实要不要它呢，它能够给我生活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只是锦上添花，我可能就会想我可能不需要。如果说我要它能解决我生活当中问题，我会想我能不能在我已有的现有的产品当中发现这个功能去代替它，我就不用再买新的东西，或者说我能把现在有的东西修一下，我就不用再去买新的。因为我觉得不停的去买新的东西是广告啊公司啊，然后各个大企业都告诉我们你需要这个你需要那个，你没有这个生活就不完美。但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不需要这么多东西。我们这样不停的购买的话，也许就给这个地球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些光鲜亮丽的产品在商店里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在工厂生产线上那些工人挥汗如雨的日子，我们也不会想到当这些产品我们用完丢弃之后，在垃圾堆堆满垃圾，在海洋里漂浮，把动物给窒息，或者说到第三世界国家让那些穷苦的人在垃圾堆里焚烧垃圾，迫害他们健康。就是我们看不到那些，我们看到的只是光鲜亮丽的产品。当然我作为设计师对我来说是非常挣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在创造这些产品，我是带着美好的愿望的，我是希望他们能够给这个社会给这个环境或者说给人类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当我知道了整个产业链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的职业嘛，我就是比别人看的可能稍微多一点，我就发现这个就不良的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一块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个人冲击就非常非常大，也很多很多的人生思考。所以我最后决定一方面我是从纽约搬到了新泽西的乡下，不是乡下，郊区，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在我现在做的各种各样，我现在在自己开工作室嘛，做设计各种各样的，其中之一我现在正在研发一个就是跟治疗新冠有关的一个产品。所以我就是在选择性的做我认为对这个世界对环境对人类可能会从长远上来讲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我为什么像您说的那样，从一个很忙的看上去很光鲜的一个设计资深设计师的这样一个职位，变成就不做那个了，搞自己的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就人生要换轨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哈。对，那我接下来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说，在未来的你这个换了人生跑道以后，在你未来的人生设计上，你会更多的以就是艺术绘画教育，就是说灌输这种环保意识为自己的职责呢，还是会投身到一种 action 就是行动上去参与什么就是非营利组织啊，保护动植组织，保护动物组织啊。因为我看你一直在做义工，而且你很爱这些义工，很爱参与这些，所以在今后的这种方向上你是会偏重哪一项呢？还是说会两者结合呢？还是说你自己对自己有什么设计，或者对你的下面的作品有什么设计，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透露一下？其实就是在做绘本之外呢，我还在做很多东西，包括我刚刚说在做设计，然后我也参与一些艺术的活动，比如说现在在那个纽约的 Poughkeepsie 嘛，那个叫 Queen City 15画廊正在展出一个我和一些艺术家的联展，叫 Woman， 就是女性。因为今年是美国100周年那个女性投票活动的那个纪念
纪念年嘛，所以很多地方美国都在搞活动。那我们这个展览就是作为女性活动之一。同时呢，十月份的时候我会参与另外一个，就是叫第36届全美当代艺术评审展，也是在另外一个画廊。然后就是每次做一个展，我都会传递一个不同的信息。就我会选择，比如说我觉得庆祝女性女权，不是女权，就是女性的独立，女性的成长，我觉得很重要，那我就参加那个。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等那个展开了之后再谈，但是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个信息。对我来说，我觉得想就是更多的去传达一些我认为需要传达的，需要大家知道的信息，对我来说很重要。包括不管是用画画，用写书，还是用设计，只要我能帮助的，就是还有一个吗？我觉得人也不能就是只靠理想来生活，因为也要生活。那我会继续做一些就是商业上的活动，这样子的话呢，我也可以就是自给自足，然后可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一下理想，做一些理想方面的活动。好吧，以后希望我们能够有能够支持你的地方，你也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我们姐妹们也是，不仅我们在写作上是同伴，我们也在各个层面上我们都是朋友。而且从最开始顾大姐创办这个协会的时候，就是希望建立一种这种友谊，一种就是写作上的同伴，也是生活上也是一起成长一起走今后人生道路的同伴。我相信我们这个理念，我们这个协会的这个特色啊，我们要继续保持，会继续保持发扬下去。所以希望你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谢谢谢谢。那第三个问题哈，我就想就你现在对这个环境有这么多的就是 worry 和负担，你能不能给我们提几点建议，就是说就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真的是物质很丰富，还是常常是买买买，那还有这个东西啊，用的东西也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知道从哪些地方可以就是说进一点环境保护的这种一些新的改变或者行动，你能不能给我们几条建议，就是切实可行的，也让我们变得太一下变得太多可能也比较难，但是我们可以身体力行从身边做起的几条建议好吗？好。其实现在疫情大家都在家里，我觉得就是已经跟我们之前的生活很不一样了嘛，所以也是对此有很大的感触。比如说以前我们因为也是上班的原因嘛，会经常想去买衣服啊什么的，现在我发现其实我不需要买衣服那个因为就是不是都去办公室上班嘛，在家里上班为主。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就重新想一下，我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衣服。特别是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哎，我每天都要换不同的新衣服，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就是我们受广告的影响太多。而且就是就算是旧的衣服，你也可以就是有翻成不同的形式来穿它。那当你买一件衣服的时候，也可以更好的保养，让它能够维持的更久一些。所以我觉得因为以前比如还有那个就像我们去 Zara 或者去那些叫 fast fashion 就快时尚的那些地方买，那我们它价钱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呢它就是变换的款式会很多。我个人是认为我们应该就是即使就是买一件稍微贵一点的衣服，但是你可以维持的时间长一点，穿的时间更久一些，可能就你就是按照时间上来说，你一年本来你买 fast fashion Zara 你要买十件衣服，因为它很快就坏了嘛，或者不流行了嘛，你可以买一两件或者三四件就经典的稍微贵一点的，但是你可以就是很长时间穿它们，稍微好一点的，这是一个。其他的话呢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我想比如说我想买一个新的东西在生活当中要用的，那我首先会想一下我家里有没有类似的功能的东西。比如说前几天因为这个要在家里工作嘛，要打持久战，我就在想我要不要买一个台子，然后可以放我更多的东西。我本来已经有个很大的工作台了，我还想再买个台子放更多的东西嘛，要摊开来做东西比较方便。然后我后来突然想来想去在想，哎，
我地下室有一只桌子，我很久都没有用了，那是我以前搬家时候在纽约用的那个吃饭的一个小台子，它没有用，一直丢在那儿，我然后就把它坑出来，再把它清理一下，放在我房间里又能用了，所以不用再买新的。就是能不能就是仔细想一下自己有什么旧物可以旧物新用，这样也是一种方法。其实还有很多，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想一想，你生活中也许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用现有东西来替换的。当然也可以省很多钱，那更好了。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延伸下来哈，就是可能也我就算现在已经可以开放问问题，我又问一个。好，因为在常常就是说在美国来说，就是说你是因为买东西才促进这个经济发展，因为这是我一个美国同事给我的一个概念。当时我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对我们这一代成长的人，在中国这种当时比较经济比较落后的环境当中成长的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对吧？就是这东西是能用就尽量不换。但是他就有一天他就突然讲到，就说我们买东西不仅是考虑要自己用不用自己需不需要，而且要考虑到我们这是促进经济发展。他当时一跟我一讲，就和我们原来的概念是完全的 total 的不一样。所以的话今天你又回过去就是要 keep 住我们原来的那个印象，对我来说可能还是又要那个思维又要调整一下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就是买东西是促进那个经济发展，但是我觉得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比如说投资到教育啊，或者说那个服务行业啊，就是不仅仅说买东西，而且买东西也要看就是你支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如果我觉得快 fast fashion， 我觉得它是那个环境污染的一个制造源，那我就不去买 fast fashion 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网上读到有一些公司他们做一些就是对环境很不利的东西，那我就不去买那些公司的东西，我就去买那些宣扬就是人道的生产环境啊，或者说宣扬 organic 的一些比如说是 supermarket 什么的。我觉得要看就是你赞同哪些理论，然后做哪样的调整。对于我刚刚说的那些是对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当然不同的朋友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保护环境啊，从自己就是简朴一些的生活开始，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可不可以总结一句，就是说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会想一想这个东西是不是会制造更多的垃圾。是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就是说我每一次买东西也好，不管是用得上吃得上，我们要去想一下我买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制造更多的垃圾，这样去想可能回头就会我们又会更多的看见或者想法。好，那就接下来就是其他人提问题了，我的那个我们的互动就到这里。好的，谢谢。谢谢芷妮提的一针见血。娟娟回答的怎么讲，对答如流。我想问一下那个桃花是不是把所有的人都 unmute， 这样的话可以大家自由提问。好的，谢谢你。好像大家现在都可以自己打开了，自己打开声音就好了，自己打开这个mic 就可以讲了。就在你的屏幕的左下角，第一个就是 mic， 如果它是红的，你点一下它变成绿的，你就打开了。请你自己打开你的 mic。对，我现在它已经全部打开了，如果没有打开是自己没有打开。对，君君。我可以发问吗？好，可以呀，可以呀，Cindy。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在国内是做图书出版出身的，所以我对你这个图书在美国的这个出版过程非常好奇，因为来美国以后，因为以前在国内做出版编辑，做编辑，但是太内心了，太呕心沥血，所以其实对
在这边继续在出版领域继续发展了，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但是我对你这个书在美国的这个出版这个过程非常感兴趣，你可以讲一讲吧。好的。首先呢，我是讲我那个我主业是做设计和艺术，所以我不是出版界的人，因此呢，我对于出版行业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当时就决定就是做独立出版。然后呢，我当时就是研究了就是美国的几大独立出版的书店。那其实亚马逊它是那个最好最权威的。所以呢，我就是在跟亚马逊合作来出版这本书的，因为亚马逊出版之后，它可以直接放到亚马逊上卖嘛，所以它的那个渠道就是更通顺。如果是第三方的出版商，就是出版还要再放到亚马逊，那就要更通过更多的一个步骤。所以就是我当时就决定在亚马逊上出版。OK, so.我也知道你在国内在找出版商，你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我后来没有继续找。没有去找。你的意愿呢？我就希望，因为我在国内原来是做图书出版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给你牵线搭桥，可以找一些出版社，如果他们有意愿引进或者什么之类的。我挺感兴趣的，对。那行吧，那咱们以后有机会再私聊。好的，好的。因为我也不是这个行业，所以也不太认识人，所以谢谢你帮我牵线搭桥。好的，好的啊，我很欣赏你的才华，这么年轻有为啊。谢谢，谢谢。好的啊，好。还有人有问题没有？我看到好像在聊天室有个问题。是的，看一下，看一下。我还有一个说想问你一下，你还有打算继续写双语绘本吗？我可能要过一阶段再写，因为写这个书说实话非常花精力。那个因为我还做其他的工作嘛，所以就是这本书花了我大概3年多的时间。如果我要再写的话，可能再要花个2-3年，所以就是会在几年以后了起码。娟娟，你能不能把你那几个连接都放到这个聊天的地方，大家就比较容易。好的，我看一下。刚刚我放了那个就是插图的那个网站的链接，然后我再放一个那个英文的那个，我看一下这个怎么弄。那我们这女作家的讲座，每一次有好几位都每次都来，张凤啊、孙宽啊、林美君啊、张艳凤啊，那个好多那个好姐妹，她们都过来，默默的也不吭声，可不可以你们讲讲话呀？把视频也打开，我们看看你们的脸，然后你们讲讲话。好多好多好朋友，对，看到名字张艳凤也没看到她露个脸，好多次了。张艳凤，你把声音打开一下吧。那个还有娟娟，有一个那个汤爽问你，你的 Instagram ID 是什么？你把你的 Instagram ID 也写在这个 chat 里吧。虽然你们从来不说话，我们也都知道你们一直在支持我们的活动，就是、心里都非常感激。有的在台湾，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新加坡，有的在巴西，很多朋友每次都来，有全世界的支持啊。那娟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孩子都在学艺术。那像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艺术的这个经历做设计，你觉得就是这个对于这些当今现在学设计的和学艺术的，尤其这边 American Chinese 这一代，
你觉得有什么经验可以告诉他们的吗？做设计艺术的经验哈。还有工作的经验，你觉得作为他们都是未来的做设计的和艺术的，那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做艺术和设计可能会没有做商业、做医生、做律师挣钱，可能养活不了自己，所以经常问到这样的家长说，哦，你让你的孩子学艺术，但是他们有没有前途？所以你以过来人的身份，因为你是80后，你也经历过这个学习，也经历过也工作，也现在又回归自己做开工作室，根据你自己的经验，你对他们这边这些人孩子有什么好的 tips 和 advice 吗？好，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对，我包括我在大学里面还有研究生，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学设计艺术的嘛。我看现在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本行工作，而且就是很多人都很开心。我觉得学艺术的话，它是首先你是要非常喜爱这份工，就是这个方向，你是对艺术有很大的喜爱，你才会去学。所以就是它事实上就是一个让你在工作当中又得到乐趣，又能够实现自己的 passion 的这样一个行业。而且学艺术的话，并不是说赚不到钱，就如果你就是像我，其实学工业设计出身，那我就是一步步走过来，后来去找工作。我是第一个工作是我是2009年毕业的，那时候是美国正好金融危机嘛，然后我当时还要签证 H1B 啊什么的，但是我也是找到了工作，所以我并不觉得就是做设计艺术很难找工作，而且我自从我第一个工作之后，我基本上就没怎么找过工作，都是工作来找我，所以有点守株待兔这样子。但是所以就是我不觉得说学艺术找不到工作，我觉得只要做好自己的作品集，把它放在外面，能够让大家看到你做的东西，你的 passion， 你有的才华的话，自然就会闪光的，真的是这样子。好，谢谢。因为这个娟娟她的那个绘画的东西啊非常现代，它的线条也好，色彩也好，构图也好，尤其他处理那个设计的那种 idea， 我觉得它很现代化，那个用笔啊用色呢又很含蓄，就是不是那种很 cheap 的很张牙舞爪的或者是很廉价的效果，很耐看，所以他的东西能够引人入胜。尤其你看从他小小的每一张都好看，非常精致。你看他那个有一张一个小女孩从井底往上走，上面那些动物每个动物都有神态，而且那个穿插的镜头穿插的那个构图相当完美，生动活泼。还有那个走上去的那个楼梯的那一张也是那样的，楼梯曲曲折折是走到上面的那种状态，各种细节吧，我觉得他处理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像他这样子的这个工作的能力，这个构思的能力，创造的能力，那你没有人可以比啊，就是看得出来他有一种现代感。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这里也受过很高深的那个培养或者是学习过，反正他是跟得上潮流的，不是像好多这里的老的画家老的艺术家，你去看吧，最落伍的那就是一天到晚的写字跟那个卖国画，国画还是那个很简单的那个文人山水画，画鸟画那个就是落伍的。那么再加上就是普通的那个油画吧，像我这一类的也是跟不上潮流的，因为也不喜欢玩那个抽象的或者是那个现代派的或者超写实的，到那个 art student 那个我都去学过，我也赶快不同意郭大姐画的太棒了，太谦虚了，我都赶快先去上那个抽象班，结果我还是跟不上。为什么呢？他在那个老师的抽象班里放了一个就是很正常的桌布啊花瓶啊苹果啊什么什么东西，
我能够照他画出一张好看的画来，其他的人里边没有一件东西是你看得懂的，他们全部能够变成一堆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东西，那我就变不出来，因为我就没有这个抽象概念了，所以硬学也学不了。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东西呢又现代还不做作，所以有的人现在有的人学那个现代东西是学得很做作的，也不好看，观众也接受不了，但是他的东西观众也接受得了，看得出来还现代，所以这个就了不起。那么他的这个 文章呢，就是那个诗词啊什么的，就是那个解说词什么的，写的也不多，还正好，我觉得就是不是好像很 我不喜欢看太做作的东西，或者是虚张声势的故意描写的什么的，但是娟娟好像都没有，她都是恰到好处，就像她这个人，就像她这个人那么样的，很含蓄的，很那个叫什么，很有修养的，很矜持的，还不是那个非常好像美丽动人的，但是她特别耐看，特别让叫你看的舒服。所以我今天就觉得，像她这样的八零后啊。那我们就是惹不起了，他就真的是就是新的前途无量的人，好好的看着他吧，他将来肯定是走得很远的，我们就不断的跟他学习吧。谢谢顾老师，太过奖了，都不好意思了。顾老师专业的顾老师，那个我说一句话，顾老师，你太谦虚了，你的话真的是一流的，各有千秋，真的。把百花那个都很美，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都很好，都不是很单调。我因为是单调，我因为科班出身呢，我很懂我的东西。你要是从我们科班的角度来看，我的基本功也是很好的，因为我在班上是全班比男生都好，我的画画是最好的，我做课代表的。下一次也请你来个讲座，来跟我们分享。但是不行了。就是说基本功好跟那个绘画的基础好什么的，跟现代的这个社会里的那个艺术潮流不大嘎，跟不上，所以我又懒惰。我没有，是古色古香很好的，传统有传统的好，我爸妈妈也是画传统的。对的，嗯，那我继续讲几句。那个今天的这个分享太好了，因为很轻松愉快，也除了写作方面，我觉得虽然现在流行短那个，然后很简易，然后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除了字面上大家都能够了解，连就是说老少咸宜没有年龄的关系都能够了解，然后呢也是可是除了这个，虽然写的很那个很宜人，很容易让人家接受，可是它背后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教育的关系，就是生态的关系，环保的那个意念，所以是很好的这个很好的书，很正能量的，很方向，让大家都能够学习。所以恭喜，这方面也是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画图啊，从哪里写作可以。从哪个方面让我们有这个另外不同的就是方向，可以找到更多创作的这些灵感。所以谢谢你的讲座，给我们有不同的那种感受，谢谢你。谢谢这个纽约女作家协会的主办，不同的这个写作，不同的这个上一堂的这次纽约的那个桃花的也是非常精彩。我把那个录影的也分享了给一些朋友，也讲了哇，我们好多这些文友太伟大了，这些就是前辈们啊，这些祖父祖辈啊，这些都我们都不知道，真的是应该去寻根去找这些，所以这些故事讲起来，我们都心里很感受非常，又是认识的人，这故事就变成很有意义，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子，没有，这就是一种我讲不出这种非常感谢的，那让我们能够觉得很伟大，真的是太好了，谢谢。每一个讲座都很好，那个
那个也是我们现任的会长的，他讲的那个白那个荷花白荷花也是非常让人感动，就是在这疫情时候让让大家有不同的那个灵感写作吧，把这些心里的话都写出来，所以讲出来，谢谢大家。好，那就下一位了。嗯，谢谢你 Sophia。 我们下个还有一个顾大姐组织的张春英的讲座，是讲张爱玲，也欢迎你来听，到时候我会把通知发出来的。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张燕峰姐，燕峰姐我们女作协都知道哈，她留了个言，她说今天这个讲座她特别好，给她很大的启发，她还说我们女作协的每一次的讲座 Zoom 讲座都非常棒，她表扬我们了，谢谢。他说带他给大家打个招呼。嗯，好的，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好吧。好的。我其实每一次都是你们忠实的这个粉丝啊，所以呢每一次都很仔细的从头听到尾。太谦虚了。没有，其实呢有很多次都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感想，但是呢我看你们都好热烈，所以也就不便打扰。那么这今天的呢我也不像顾大姐以及燕峰啊可以像娟娟这样子的专业。而且这个桃花也是嘛哈，纽约桃花也是很专业的。那么但是我对于这个生态环保呢其实是蛮注意的，很多年来都一直很注意，因为我一直在哈佛嘛，哈佛待了38年这么久啊。那么纽英格兰呢这个生态环保是一个发源地了啊，你想我们这个梭罗啦啊，这个好多的这个生态环保的这个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士。那么尤其近几年来呢我们也特别关注到这个所谓极简主义啊，那么我自己呢也尽量啊，尽量能够这个学习极简主义，而且呢也不断的推广这个环保的观念啊，尽量简单的简，然后减少的减啊，一路减下去，尽量能够越简单越好。那么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使得我们个人也比较身心健康，而整个的地球也能够健康。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个今天提出来的，尤其娟娟画的这本书哈，让人惊艳啊，尤其她这么年轻啊就有这么深刻的感想。非常谢谢诸位主办者啊，我每一次都非常赞赏，谢谢。谢谢张凤姐。也要谢谢张凤姐给我们女作协的信息，就是有这么多非常好的，就是你们那个纽英格兰和海外华文作协，海外华文女作协协办的接下来的几场非常精彩的讲座，谢谢你给我们信息，我们很多会员都报名了。谢谢谢谢。那个办的真是好，太好了。想请问我可以讲一下吗？谢谢子英。可以，周密周密。哎，周密啊，我觉得很熟啊，谢谢。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我觉得感觉非常好。你们过去的录音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因为有的有。我跟你讲，因为我在圣路易，然后我是上班有2天要到，我在 Art Museum， St. Louis Art Museum 上班。我每次啊到那边戴了口罩回家以后就觉得特别累，所以过去的就都错过了。这次啊我实在是被娟娟给吸引住了。因为他年纪这么轻，然后他有这么大的理想啊，尤其刚刚听了他写这个有这么多的故事，还有他的一个个人的关注还有理想，我觉得很感动。希望他会越做越好，
个要跟他学啊。我也喜欢画画，可是是好玩的，他是专业，所以谢谢。聪明是也很了不起的，聪明是资深的记者，资深的那个媒介人物。没有没有。所以最主要我刚刚是问像纽约桃花的访问我也错过了啊，那个特别棒，是我尤其他又得了首奖，我说好可惜我错过了啊，我有视频可以发给您，可以发给你，太好了，对，我们前面有发在我们群组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哦，好的好的，就是好的好的，这些我们把前面的几次也可以都转发去，太好了。我这次去上班我还带了我的咖啡，因为我们在办公室连公用的水什么的 都不让你用，我说我自己带了咖啡，我说这次中午喝了咖啡晚上会精神好一点。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了，对，时间对差不多了，还有谁？还有谁有问题？再开放最后一个问题。我就跟大家说个你好，然后就要再见，因为东关，你还在开车吗？我现在在停在路边，想要跟大家就说一下，还刚才我发个短信是在那个红绿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现在是9点多钟，早上时间。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要是晚上呢，正好是你们的早晨，就是有时候可能正好早晨这个时间就比较那个忙一点，但是我一般早晨呢就一边有时候都是一边冲凉一边吃早饭，那个听你们的讲座，就是如果8点钟的话正好我回来运动回来，那个如果你们要早，比如说要6点7点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在那个运动的时候，但是每一次我都尽量的去听，每一次都有特别有收获，非常非常好。你们这个作家协会的这些活动将来会载入史册的，因为它受益的人群已经扩大到全世界，所以像我这样平时没有什么机会能听到讲座的，因为我们这地方毕竟资源很少，而且能够坚持这样一个系列这么办下去，只有你们这个协会的那个活动是我一直跟踪着，就是不管什么时间，不管我用什么形式来听，我都是觉得非常非常好。感谢所有的这个主办人、主讲人，谢谢你们。那个我现在带进来的两个小朋友，一个叫丽华，一个叫娃娃，他们都是在新加坡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也会。他们时间合适的时候他们也会上来听，如果你们不介意，我还有几个朋友都想听，但是我得先请求你们的征求你们的同意，然后我就邀请他们来一起跟你们学习。哦，欢迎啊，我们的节目都是欢迎所有参加听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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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支持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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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还有谁有问题没有？我想最后说一句啊，我不会画画，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卡雅和图图这本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每一张图都特别暖心。今天通过娟娟的介绍，她的灵感从哪里来，更觉得非常感动。谢谢娟娟。也谢谢各位老师、各位朋友的精彩发言，都是发自内心的。谢谢大家，谢谢饶雷主持，谢谢饶雷，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最后让我们娟娟越办越做越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娟娟，谢谢饶雷。希望你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大家这么好讲的，那就跟大家道晚安吧，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互相学习。嗯嗯，谢谢。好，这样啦，拜拜。好，拜拜，谢谢大家，拜拜，晚安，多多保重，大家。
拜拜，晚安。好了，那我关了啊。嗯，好，谢谢。嗯，再见。再见。